街坊邻居们好！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我这公司这两年发展的太好了，这生意可老火了。哎呀，等会儿啊，我先给。这是今天，哎，我就觉着呀，这脑袋上好像有个鼓鼓，两个眼睛有点迷糊，这心脏有点突突，反正就是不大舒服。行了，今天晚上我谁的电话也不接，我今天就是休息。哎呦嗨，刘总回电话了，喂，哎，刘总。顺风啊！哎，我老刘他媳妇儿。你谁？老刘他媳妇儿。哦，嫂子你好，怎么的？老刘啊，送医院了。老刘住院了。最近公司生意好了吗？但他身体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呀。最近呢，就跟我说啊，感觉头上有个鼓鼓，眼睛有点迷糊，心里有点突突，就说不大舒服。妈呀！这个症状怎么这么熟悉呢？最要命的，他正躺着呢，不知道哪个缺德的今天老给他打电话，他着急接电话呀，一起身刚走三步，一头就栽那儿了。大夫说呀，当时要是不动平躺着，也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了。我想着你俩老在一起工作，你那体格啊，还不如咱家老刘呢，你也注意点吧。完了，这跟我症状一样一样，这不说我呢吗？不是，这时候还为了接一个电话往前走了三步，咔嚓就栽那儿了。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这时候来电话呢？不接，不行，我得躺下，我得歇着。哎，顺风，你在家呢？我在家呢。你看你在家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呢？你打的啊？我寻思着问问你们晚上想吃什么，我怕菜买的不够。你可真行，你都要进家门了，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你啊？是不是大白天的，你看你躺得像什么样子呀？那么懒呢？起来，大姐夫啊，你来。顺风啊，哎，你不会又是坑我吧？我现在没有力气坑你，你快点把爸的那个血压仪拿过来，帮我量量血压。来，快！我难受啊！哎呀，你怎么搞的呀？哎，别动，躺着，躺好，躺平啊！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多少啊？881。哎，顺风，不是，我错了，我看反了，188。低压呀？不是高压，低压你就完了，低压188。真的还行？那也不行啊，高压188也不行啊。顺风啊，来，你听大姐夫的啊，躺着别动，明白不？一定要静躺啊。哎，我现在马上给你到爸的房间里边拿点药去。不是大姐夫啊，你千万不要离开我。好，我现在就觉着头上有个鼓鼓，两只眼睛有点迷糊，心脏有点突突，反正不大舒服。你讲，顺风，别紧张啊！哎，高血压呀，这个典型的症状。对，都这样。大姐夫，哎，你记不记得我有一个生意上的伙伴刘总？啊，我知道，你认识哈？啊，完了，不行了，啊，送医院来。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跟我症状一样的。最关键是他要是躺着不动就好了啊，有一个人老给他打电话，他就为了接这个电话往前走了三步，咔嚓在那儿了。这刘总也是的，身体不舒服就得躺在那儿，你还接什么电话呀？
再说了，打电话那个人也不是个六啊，人家不接你就别老打电话了。大姐夫，你别骂了，我就是那个六。哎呀，顺风，你还说我呢你啊？你刚才进门之前不是也给我打电话了吗？差点被你两毛钱的电话费给带走。不会，顺风，你放心，我带不走你。大姐夫，哎，此时此刻啊，我有很多很多的心里话，想吐在你的身上。那得多脏啊！行，那你吐吧。大姐夫，哎，其实啊啊啊。其实我是一直很尊敬您的。你说世界上这个万事万物都应该讲一个顺序，对不对？嗯，由远至近，由高至低。嗯，在咱们这个家里，您是大姐夫，嗯，我是二姐夫。嗯，按顺序的话，得病也应该您先得呀。怎么就我得上了呢？不公平。顺风啊，哎，你吐的是有点脏。哎呀，行行行，既然你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大姐夫呢也往你身上吐点干净的，你品品。你说是吧？你看啊，嗯，就咱现在的日子多好啊。是，人得知足，是吧？老话说知足常乐，是不是这道理？是，对不对？你看你事业有成，二美人又这么年轻漂亮，两个孩子多可爱呀、啊！别老把自己弄得太累了。就算挣100万、1000万、1亿，钱现在对我来说都无所谓。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我的两个儿子能将来一直姓钱。这大姐夫还得跟你说，得做好人，对吧？得做那善事儿。别老想着坑人。大姐夫啊，这一点你可能误会我了。其实我在外面生意场上啊，我口碑很好的，我从来不坑别人，我专门回家坑你。那个顺风啊，嗯，你为何如此执着呢？在外边累了一天，太辛苦了，回家以后看着你跳在坑里，我减压。哎呀，什么玩意儿，顺风，你吓死我了！哎呀，要命的来了！哎呀，顺风啊，你这人家是走三步接电话晕倒，手机就在你身上，哎呀，你扔他干什么？哎呀，三步以上了，大姐夫，你帮我接吧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你这家伙，你这烫着你！哎呀，我不敢接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你好，你谁呀？啊，我赵刚子。刚子啊，哎，我老刘他媳妇儿，顺风在吗？啊，顺风在。那个你说吧，他能听得见。你说，顺风啊，哎，老刘情况不好啊。怎么呀？他到医院了，医生让静养，尤其不让说话。啊，他就是不听，他总在那喊顺风，顺风啊，他喊你。他喊我？不是，他现在咋样了？让医生给推走了。啊。临退走前呢，老刘喊了一句，他说顺风啊，快来呀。嫂子，你要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你就说好呗。好好，你让顺风抓紧吧。哎，顺风啊，你抓紧吧，那边着急了。没事，咱不去啊，顺风，咱不去，你别紧张，别紧张，你说话呀。哦，明白，你现在不敢说话了啊，刘总，啊，身体比你好，都给推走了，你说话，我能听懂。能，你都坑我这么多年了，我太了解你了。你，挣钱、喝酒，都是浮云。你，牛，小牛犊，你要完犊子。哎呀！
哪个顺风啊？你放心吧，你且挣扎着呢。啊，没事。我回来了，顺风啊，顺风，啥时候回来的？那个刚回来。啊，今儿晚上吃啥呀？门头角。孩子喂了吗？孩子喂了。你叫钱顺风啊？你这整一句整一句的。不是，这顺风在那儿呢，二米。钱顺风，我喊你半天没听见呢，搁这装沙发垫呢，啊？二米。啊。二妹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别紧张啊。啊，今天顺风不舒服。咋了？真不舒服了。刚才我给他量了血压了，188。多少？188。188还在这装什么沙发垫啊？起来吧，120上医院呢。好好好，我马上打。快点快点。哎，等会儿。啊？你们拿什么量的188呀？就拿爸这个血压计。拿这个？啊。大姐夫，你也量一量。我不用量。你量量。我不用，我身体。你试试，你量量。我没毛病，我量他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说。来。哎呀，你说你可真行，我这没毛病，我量他干什么玩意儿？好了。多少？240。哎，哎，哎，大姐夫，大姐夫，这怎么反应这么快呀？大姐夫，大姐夫，咋了这是？不能说话了，你小牛犊子，你完犊子了，哎，你要完犊子了，你也完犊子了，哎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那个血压计坏了，昨天我给咱爸量的更邪乎，640了都。640，咱爸咋样啊？那能咋样？没事儿呗。那血压仪坏了，这不我新买了一个吗？坏了？这你俩整的太吓人了。来，这回再试试。啊，这是新的？这新的？啊，来，来，试试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看看，多少啊？多少啊，顺风？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低压80，低压80，高压120。低压80，低压80，高压120。顺风，顺风，大师妹，脑袋上还有骨吗？对，我脑袋上确实有个骨骨。哎呀，我就是大圣齐天。顺风，顺风，齐天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，悟空，师傅，收了吧。好的，田总。吴秘书啊，刘总的秘书啊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呦，你咋来了呢？啊，这不刘总着急签字吗？我来找您拿合同。刘总让你来拿合同啊？那你怎么带过去啊？捎过去啊？这还能捎过去呢？对啊，签完字再给您捎回来呀。还能给我捎回来啊？不是刘总不是对大夫推走了吗？对呀、啊、推手术室做手术去了，手术很成功啊。手术去了？哎呀，吓死了。哎呀，刘总没事儿啊？没事啊，没事没事，太好了。那我也没事啊。你肯定没事。哎呀，行了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就吓坏我了。你这样吴秘书啊，你今天是别走了、啊、庆祝庆祝，在我家吃顿饭好吧？行。哎呀，二米六，哎，炒六个菜，快快快，炒六个菜啊！我给你炒个六吧，我会吗？我也不会啊。那谁会啊？别着急，你听。哎，他会。大姐，我忙起来，快，你坐着啊。哎哎哎，我炒两个菜。对对对，忙起来。来来来来来，吴秘书，快请坐。来来来来，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吴秘书啊，咱呀不能喝酒了啊，为了身体的健康，咱喝鲜博士。哎呦。这我知道，牛在身边奶更新鲜嘛。这广告歌唱的还好了啊，鲜奶酒和鲜博士。行了行了，人家奶挺新鲜的。这个奶这么好，咱给刘总也送一点过去。那行，那我抓紧时间，连合同带奶我一块给他送过去。哎呀，你等我，你得在这儿吃饭呢，你不能去送啊。那谁送啊？你们注意听。哎，大姐夫去。大姐夫，哎，一会儿做好了菜以后，你不要吃啊，你去给刘总送奶，好不好？
真行啊你啊！一切正常，这才是我们家应该有的氛围嘛。对，这才是欢乐范美丽嘛。来，我帮帮大姐。我也帮忙。来来来来来，帮什么？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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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块儿。